那么紧。团长，长官，团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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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团长，长官，长官。能不能听我说？你想说啥？别在这给我当好人！你啥意思你？我什么意思你最清楚。团长，咋了吧？不，团长，你这么说可是冤枉三全了。三全今天是在帮你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你心里有什么打算？你当我不知道是吧，涂三全？你瞎说啥呢？你对有难早有一个打算了吧？啊？你还在这装好人？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何中汉与你一刀两断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你放屁！你疯了你！我说过了，我没你这个兄弟，别跟着我。团长，你去哪儿？滚！只有那花儿到了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哎，局长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啊，伟雄啊，伟雄，今天没有到县长家去，太可惜了。怎么可惜了？啊，你错过了一出好戏，是不是长板？这今天马晓兰小姐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婚约就撕了。这你没看何中汉的脸色煞白煞白的，这刀来，手扎成血葫芦，活该！就他那模样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真的、啊？你没看见吗？哎呀，好事可真是太好了！啊！哎呀，局长，恭喜局长啊！马上就能抱得美人归喽。何中汉这个眼中钉，算是拔掉了。可是，前面还有一只拦路虎。局长说的是，大家都知道，马守田当初是要把女儿嫁给佟三全的。可是这个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齐丹丹，这样才便宜了何中汉。现在他的老婆死了，何中汉的婚约也被有兰毁了。那么接下来，你们说会怎么样？局长的意思我明白了。咱们是得想个一箭双雕之计，除掉佟三全。佟三全，佟三全，我怎么看着佟三全这么不顺眼呢？你们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属下当然明白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安睡？局长，何中汉现在不是丢了面子吗？那咱们正好就……啊，局长，这事儿就交给我，属下办这种事儿，手拿把攥。何中汉，他能听你的？局长。没听说过那句老话吗？那句话？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。夺妻之恨？嗯。何中汉现在不是正在气头上吗？谁烧把火都能把他给……哎。
老爷，千万别生气了，以后再劝劝就能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？这今天有兰闹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不同意和钟汉结婚了，你说让人钟汉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你还怎么还能怪人钟汉呢？你这也是。不过我早就跟您说过，别让他念那么多书，这书念多了，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的，全都不听了。我是那种糊涂家长吗？啊，我没有逼着他非嫁给一个不般配的人吧？啊，这有兰婚事从一开始我就在听他的意见呢，当初他要不松口，我是不会把他嫁给钟汉的。再说了，钟汉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能嫁给他是有兰的福气。谁说不是啊？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三全，钟汉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他那个脾气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我这心里啊，这会儿对钟汉特别愧疚。想想办法吧，嗯，咱们想想办法，怎么能让有兰回心转意？啊，干爹，算了。别勉强了，有兰不喜欢钟汉，硬把他们凑在一起，他们的日子也过不好。老爷，三全说的也有道理。女儿的婚事办得怎么样？哎呦，你还说呢？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他大闹了一场，当众退了婚，气跑了钟汉。哎呦，把我气的！真是我红柳的娃。啊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啊，他干了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，你。我是一方县长，我是县太爷呀。这县太爷居然纵使女儿当众悔婚，你是这，他气饱了钟汉，我，哎呀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你的老脸算个啥吗？有咱们闺女的终身大事重要啊。有兰喜欢的是全娃，你就成全了他们。全娃跟你说的。三全说，有兰前几天问过他，愿不愿意娶她。当时他就说他要退婚。哎呀，所以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我早就料到了。哦，早就料到不告诉我，就把我一人蒙在鼓里，啊？还有一个人说过。说过钟汉没戏。谁呀？这个人你肯定猜不着。这谁嘛？你的副司令，警察局长欧阳青。啊？
没想到会变成这样，都是我不好。钟汉哥，你要不跟我说话，那我走了。你要说什么？我本来很恨你，可是一见到你就恨不起来。我恨我自己。你那天说要报仇，要打人，要骂人，现在全由着你。你知道我下不去手，我就算把自己打死，我也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。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好，可是你真的吓着我了。尤兰，如果我说我做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，你能原谅我？我知道我这是痴心妄想，可是我想再求你一次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你现在没想通，我可以等，怎么都行。我不想骗你，我跟你没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可以对你好，我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头，我做牛做马怎么都行。钟汉哥哥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是我不适合你，我真的不适合你。那么，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吧。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，对大家都好。如果没有三全，你会嫁给我吗？你别胡思乱想，跟三全没关系。尤兰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和三全是不是有事儿？别胡思乱想。果然是我的好兄弟。真的跟三全没关系。跟你说这些干嘛吗？难道这真像三全说的，他对有兰不怀好意啊？可不，你没看出来呀？你可别让那个欧阳青把咱们有兰拉下水。你说那是个啥人吗？我看咱闺女就是踏踏实实的当个医生好，整天和那个鬼森森的党棍搅在一起干啥嘛？我跟他说过了，他不听呢。这孩子可倔。他这是要造反呐、啊！连我给他定的亲事他都敢退呀、啊！我的话他更不听了。你说你这个爹咋当的嘛？一点威信都没有。你这个亲娘都不管，我咋管得好吗？
哦，对了，老姜是咋回事吗？我哪知道？你说老姜他像是个跟土匪勾结的人吗？我想不通。 会不会是欧阳青故意栽赃陷害他呀？难说。老姜都帮了我十多年了，你说他这么一死，也不知道我这个客栈能不能还撑得下去。撑不下去就别强撑了，啊！你看点别的。 我帮你，不做客栈，我能做个啥吗？做点小生意什么的。你要觉得太累了，你什么不干都没关系嘛，欠我这还有，啊，我养得起你。你这话都说了20多年。 再说我是那种靠男人养的人吗？那好，那就等过了这个月再开张吧，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欧阳青不敢把你怎么着，有我在这儿呢。嗯。少天，你说咱闺女把婚退了，钟汉咋办嘛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我真见着他，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。我们马家呀，欠他太多了。婚姻呐，都是天注定的，谁也做不了主。 我就希望咱们闺女啊，能找一个心爱的人，别像我一样孤单了一辈子。你说三千和有兰能走到一起吗？嗯，我看三千也没那个意思。这件事不能急。 大汉奸！哎，李伟雄，李伟雄，李伟雄，来来来来来，陪我喝一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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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都死光了啊，就你这个狗汉奸来陪我喝酒。李伟雄，李伟雄，李伟雄。呀，何团长，你这手
别提这个。哦，不提，不提。啊，何团长，你不是要娶媳妇儿了吗？赶快回家吧，要不媳妇儿该罚你跪了。我没媳妇儿，我媳妇儿跟人跑了，跑了。跑了？跑了。哎呀，不会吧？哪能会有这种事儿呢？哦，哟，那何队长，您这手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说不说了。媳妇让这狗跑了，哎，让谁给狗跑了？佟三全，跟佟三全跑了呀。佟三全？对。你好兄弟？我兄弟。哎呀，何团长，我真替你憋屈得慌啊！我没用啊，我媳妇跟人跑了，我没用。何团长，你别老怪自己，啊？要我说啊，是这个佟三全太不是东西，不是个东西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朋友妻不可戏。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你不能动它。他就动了，我也抢不回来。这种人是太坏了，太坏了。有这么做兄弟的吗？啊？你说有这样的好兄弟吗？有逼着自己好兄弟做王八的吗？啊？有吗？你骂谁？我。你骂谁？我骂你个佟三全！哼，我要是你，哼，老子就一枪崩了他！啊，我自己也不活了，你信不信？来，你给我一枪，我也不活了。来来来，给我一枪！嗯，不行。来来来，给我一枪！不不，你来不何团长，不来不你不能这么闹，你别开！那我对着谁呀？不不不啊！不，我哎呀，我一枪打死你狗汉子！哎呀，哎呀，何团长别这么闹，别这么闹。嗯，何团长。不是我说你傻呀，啊？谁把你媳妇儿抢走？你对着谁呀？你把他给毙了啊！要不咱还怎么混呢？啊？媳妇儿都让人家抢跑了，丢人呐！谁抢我媳妇儿了？谁抢我媳妇儿了？佟三全。佟三全，那是我好兄弟。哎呦，还好兄弟呢？啊？还好兄弟呢？人家这会儿，正把你的媳妇儿搂在怀里，啊，还热乎乎的被窝，啊，哎呦，佟三全，佟三全，我的好兄弟，什么叫好兄弟？我啊，建中，认识吗？李伟雄，大汉奸李伟雄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，何团长喝醉了，我在这儿。我没醉，建中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没醉。走走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不，我真的。走，建中，你陪我喝点。走走走，你陪我喝点。我们回家啊，走。不走。大汉奸，打死你！走，滚！打死你！哎，走好啊！喝多了，别废话，还不打把手！哎，走走走。
身上。喝这么多干什么？这样。啊？喝太多了。干嘛呢？佟三全。佟三全认识吗？认识。我好兄弟。对对对。啊？我好兄弟。好兄弟。你咋喝成这样了你？这两天我还找你呢。你找我干嘛？你找我干嘛？你这会儿不应该在有兰床上呢吗？瞎说啥呢你？啊，我瞎说怎么的？我瞎说怎么的？看你这点出息，这在酒吧你喝成这样，像不像个爷们儿？我不像爷们儿。讨厌我是不是？看你的熊样子。不讨厌有兰是不是？赶紧去他床上去，啊，去他床上滚蛋！别瞎说你。佟三全，你打我是不是？把你打了，回去！你打我是不是？你打我是不是？你打我！我操！打我是不是？打我！再见！再见！再见！兄弟，快点！啊！兄弟，打我！我打你！我只要救你！快点！兄弟，快点！兄弟，快点！你给我过去！我不管了你！你放下！放下！你给我过去！事儿了，何村长开枪打伤了佟长官。你混账，给他们人呐！送医院了。爸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三全被郑王开枪打伤了，在医院呢，在医院，早上医院。爸，您别着急，慢点。开枪把佟三全给打了，这佟三全死了吗？快死了，听说在医院抢救了。老李呀，你很厉害呀！你都跟何忠汉说了什么？这么快就见效了？属下看人的眼光还是挺准的。这个何忠汉。他就是个头脑简单的人，我只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急得跳起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也不知道这个佟三全到底死了没有。佟三全死了好啊，没死也好。对，反正马守田家里人已经窝里斗了，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，这样的好戏，我们不能不看。不能不看，看看去，看看看看去，看看去。你们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啊？说话呀！为什么向佟三全开枪？啊？你知道我没有儿子，你们两个我从小就把你们带大，我当成亲生儿子一样，到现在
成了我的左膀右臂，你就向三全开了枪，你这……未婚，我心里很内疚。我觉得我们马家欠你什么，想着怎么能补偿你。现在好了，你打了通三拳，你说你这太不争气了，你真是太不争气了。县长大人，你来干什么？警察局听说保安团发生了枪击事件，我们不敢怠慢，特别赶过来处理。反应得挺快的啊！谢谢县长夸奖。警察局保护中尉治安，凶手是谁？这是我们保安团内部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可以处理。县长大人，此话差矣。警察局听到了保安团发生了枪击事件，我们不可能不问。请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问他吧。何团长，不会吧？难道何团长会是杀人凶手？县长大人，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我没什么难言之隐，啊，就是他开枪打了保安团军需官佟三全。啊？佟三全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他偿命。哦，属下明白了。看起来县长是要秉公办案了。交给欧阳局长，我最放心了。省得别人说我办事不公，啊！县长，我会让你放心的。走吧，何团长。哎呀，你说，咱们对这位何大团长可怎么办呢？啊？是清炖，还是红烧？要不我把你那鞭子先系一下，来个小炒肉。这个王八啊，清炖最合适。对，清炖。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局长，怎么能这么说何团长呢？是，何团长，我对您还是非常钦佩的。时间不早了。早点休息，今天这个事情呢，我看明天再处理好吗？啊，何团长，请这边，请。请何团长。严县长，笑什么？是。歇着吧，我来替你想。哎呦，你给他输了一千细细血，你赶快回家休息吧啊！我没事。嗯，爸，回吧，我来替你。
我已经差人去叫三娟的干娘了，你等一会儿啊，等她来了就换你。红柳，您叫她来干啥呀？哎呀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告诉她呢？我知道了，爸，赶快回吧。哎，好。你咋来了？你爸让我来的。你三全哥好吗？你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管你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，我也不关心这件事情，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。你知道你这是跟谁在说话呀？你不就是三全哥的干娘吗？他现在由我来照顾，你走吧。有了，你为什么老这么对待我？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？你和你那个红柳客栈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到现在为止，你身上土匪的嫌疑还没有洗清呢，你总是这么晃来晃去的。这里不需要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咋能这么说呢？幽兰啊，你别听那个欧阳青胡说好不好？没有人在我这里胡说，你回你那个红柳客栈去吧。我是来照顾我全娃的，你没权利轰我走。三全哥有我照顾呢，这里不需要你。